佛家讲觉迷，觉迷的样子很简单，你对事出世间法有信心，就是觉；没有信心，就是迷。信心从哪里来的？信心从信德里头流出来，这是信德。为什么知道它是信德呢？中国古圣先贤给我们讲的，做人立身于世啊，不立四科，四个科目。第一个是无论，第二个是无常，第三个是四维，第四个是八德。无论里面，朋友有心，你看有这个心字，五常里面仁义礼智信，你看又有一个心字。八德里头，孝悌、忠信、仁爱、和平，里头又有信字。你看，四科里头三个信字这个信多重要啊！大乘法里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能长一切诸善根呢。这不信怎么信？信的反面就是疑惑。疑是根本烦恼啊。贪嗔痴慢疑。大乘经教里头，疑是菩萨第一个障碍对圣人教诲怀疑，对佛菩萨怀疑，对自性怀疑。不知道有信德了。就你最普通的医疗，医疗有没有效果啊？有的有效果，有的没有效果。效果从哪里产生的？从信心。大概总在30年前，我有一次在美国得到感冒，达拉斯有一个中国医生，也小有名气，我们同修带着我去看医生，请他治疗。
我就给医生谈这个问题。我说，医生跟病人要有缘，没有缘治不了病。他同意。缘是什么呢？病人对医生有信心，信心对病人有信心，这个病很容易治好。如果没有信心呢，再高明的医术都治不好。啊，我给他说这个道理，他非常同意啊，他能接受啊。我说其实病怎么好的？至少十分之七是你这个信心，让你这个身体恢复正常，你好了。医药充其量只有三分的量，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长养一切诸善根呐。求学、求道、学佛，那这个信心太重要了。净土修学三个条件，信、愿、行。第一个是信的，这信怎么讲法呢？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了六个信，六个信里面第一要信自己，这个很难啊。啊，第二个信佛，你不信自己信佛没用啊。信自己信什么呢？大乘经里面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要信自己本来是佛。我们无量寿经刚刚念过的，一切皆成佛，你要相信这一句，你这一生很可能就成佛了。啊，你要不相信自己是佛，你怎么能成得了佛？啊，你看念佛的人多少，信佛的人多少。佛是谁呀？释迦牟尼、阿弥陀佛。啊，药师如来，这行行行，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佛。所以学一辈子还是学的凡夫。啊，天天念佛诵经礼拜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你是冤不冤枉？原因出在哪？原因出在不信。这多重要啊！慧能大师一生成就，你看他见五祖的面啊，礼拜的时候五祖问他，你来求什么？我来做佛。你们看《坛经》，他来是要做佛的，真成佛了。你成不了佛，你不想做佛吗？你不知道做佛吗？这一段经文好啊，
给我们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十方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？就是叫他们真正明白、觉悟一切皆成佛。你的真诚心、恭敬心呢，就流露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自信里面真心的智慧德相啊，就通出来了，自然流露出来了。啊，不信怎么样？不信自己有傲慢，有烦恼。你要是不信自己是佛，你所流出来的就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疑。你心里头常常流出是这些东西啊。这些东西怎么能成佛呢？佛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那这东西从哪来的？这东西从阿赖耶来的。你都搞清楚，阿赖耶里头有这些东西，自信清净心没有这东西。啊，我们要放下。我们要抛弃放下阿赖耶。你不用它，它跟你愈趋愈远了，慢慢就消失掉了。你天天喜欢它，天天用它，它跟你越来越亲近，永远离不开了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阿赖耶制造的结果是六道轮回。楞严经上佛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，非常清楚啊，告诉大家你错用了心呢。 真心有，你不认识它，你不用它，真心没离开你 真妄合合在一起，你不知道哪是真，不知道哪是妄，把妄心当作真心，叫错用了心。学佛也学不成就，学一辈子，学一点皮毛，学一点佛学常识，对自己得定、开慧、正果毫不相干。所以你所需求的、所期望的，你这一生得不到。佛菩萨叫我们放下，我们没放下，我们搞错了，我们把真心放下了，妄心没放下。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讲什么？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真心跟妄心搞清楚，要认识清楚。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；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你不吃亏呀，你不会上当啊。用虚情假意，就是妄心啊。80、50业心所，你用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虚伪。这个东西不是真的。
它会变的。真心永远不会变的。啊，真心空寂，自信就是真心的。无助不可断灭，啊，这时候不生不灭。